今日带大家去参观呢个世界级巨星，就系、是、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。佢系一比一真人嘅蜡像，好值得啲游客嚟呢度参观嘅。香港人都系必去嘅景点之一。如果未去过咧，就先欣赏呢条片，睇下啲蜡像先啦。同埋欣賞下啲世界級嘅巨星，同埋政要啦。咁樣點去呢個蠟像館呢？可以直接坐車上呢個山頂，或者坐呢個纜車上山頂都可以嘅。咁喺我嗰個視頻嘅詳細介紹入邊咧就有啦。我就貪新鮮，就由呢個中環嘅 J2 出口。行嚟呢個山頂纜車站，坐纜車上呢個凌霄閣。沙灘上的細沙，海風輕輕嘆息，雨滴落在手心。像记忆般散去，海浪拍打礁石，天灰灰的皱皱，湿透了的发丝，让我心情迷茫。下雨的时光，静静的倾听，雨声中。找到安静，海边的梦境。回忆里的微笑，看见你的模样，走在无尽沙滩，泪水划过脸上。雨停了，风静。满是温暖。
笑脸，人来人往不变，热闹依旧在心间。那时候的简单快乐，不需要多言，一起走过的街头是最美的画面。时光如烟，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。再听一次，满是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街角抖音匆匆流连，我们的青春在老歌里轮回。再听一次，满是温暖，那旧日情怀永久难忘。
夜空的闪光，闪烁在远方，寂静的夜晚，心事在流淌。这心啊，愿望。
是否他也在想我？每个夜晚都在等他，温柔叹息落在心中发。夜色渐渐深，小女孩在等着他，希望梦成真，有他陪伴永远不怕。夜色渐渐深，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